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，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，好啦，我们就为大家带来第二大关隐藏关卡了，好不好？这样可以吗？呀比，第二大关隐藏关卡，这是什么变态关卡啊？看起来就十分变态。有后路有后路可以走了。既然有后路，阴险狡诈，有后路，有后路，有后路要干嘛？吃星星，又是吃星星，都是吃星星呢，吃这么多星星要干嘛？吃这么多星星要干嘛？对啊，吃这么多星星要干嘛？阴险狡诈，吃吃吃，这样就30颗星星了，你当我真的可以在这一关活到最后吗？一开始就得有30颗星星干嘛？你看看前面这些关卡，这是什么变态砖呐？哇有时效限制，哇好恐怖哦！这要干嘛？上面也有，哦，是要这样子吗？哦不，跑掉了。哦，再踩一次，还有机会，是这样玩吗？我不知道哎，这是什么变态关卡？不踩会来不及是不是？哦。呀，跳上去，还有，还来得及，来得及踩，往下跳，噔噔，来不及哦，哦哟，来不及哦，要死了，耀西，不，耀西，你要活下去，活下去，活下去啊，哇，耀西，你要活下去。啊不不！耀西还是难逃一死啊！呀嘿！太难了，那干嘛去吃星星呢？这关太变态了啦！到底要怎么玩下去啊？到底要怎么玩下去？跳过头了！跳过头了，怎么办呢？跳过头了，又回来了。这个大变态啊，死关超变态啊！制作群怎么会想出这种变态的关卡来整我？又失败了，又失败了，各位。又失败了，这关太难了，太难了。成功了。没跳到上面。车车跑太快了，车车你为什么要跑这么快？红色的是最快的。踩上来了，踩上来了。这一关不啰嗦，全部都是红金币耶。快来不及了，怎么办？阿布，又死了！看了这么多，那个超难的，这一关100分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嘛，对不对？大家看完有没有这种感想？根本就是杀天的，怎么可能100分？杀天的啊，杀天的！杀天的，我要100分，不可能！要来不及了！被打下来了！快来不及了，快来不及了！快一点！快快快！来不及了！不要死了！来不及了！啊哇哇哇哇！呜！好难哦，这个制作群，你们怎么会想出这种变态关卡？这一关已经超越第一关的变态了啦！那不吃这个来不来得及啊？保证来不及啊！保证来不及，又死了，又死了啦！我不会视死命就要葬送在这吧？这样不对，这样不对啊！
安尼唔对啊！哦，车跑了，车跑太快了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还好前面这个可以重来。哦，前面可以重来，后面就不行了。呀，坐上车车了。哦，来不及了。哦，好险，好险，好险。呀、yeah ！哦，这就跟时间赛跑嘛，我没有时间跟你们慢慢玩。呀、yeah ！哦哦哦！呀、yeah ！耶！不！这个不能在空中飞耶、欸，在空中飞好像就来不及了。呀嘿，又不能跳又不能飞的，来不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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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喂，来不及啊，怎么办？哎、欸，没踩到，来不及啊，到底哪边还有砖块可以踩？金叹号砖。哎、欸，这里。哦哦哦！哦，快快快快快，速度要快！哦哦不，我忘记我太快了，被阻挡了，呀比，被邪恶的砖块阻挡了，这样不对，玩七分钟一点进展都没有啊！七分钟毫无进展，毫无进展的七分钟啊！有啦有啦，大概知道要怎么玩下去了。然后还知道那个水管下面有没有没有用的东西，没有用的一堆星星，我又破不了关，要吃那些星星干嘛？快快快！哎，快快快，来不及了！哎，这是红金币！哎，为了红金币而死不值得啊！不行，我已经中毒了。我看到红金币不吃会手痒，会跳回去啊！怎么办？这个习惯改不了了。怎么办呢？这一关是我的致命杀手。呀！哦，没踩到，又没踩到了。呀！再一次，再看我在这边。哎哎哦！哎不！我怎么踩了一下它就弹起来，然后我就掉下去了，这好蠢哦！呀，来，哦不，又来了，我要踩几次啊，各位观众？这个不好踩，连第一个都这么难踩，那我怎么混下去啊？哎，我冲过头了，哎，怎么会这样啦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啦？这样我玩什么啦？啊，耀西要玩什么？哦，耀西要玩什么啦？哦，要几次啦？一分多钟都在做同样的动作，怎样？是怎样啦？啊，耀西，哦哦，终于踩到了，终于踩到了，要突破第二区了。哎、欸，第二区，哎、欸，第二区突破 ，get 突破，哎、欸，又来了，啊，来不及了，这样会来不及。哎、欸，先过关要紧好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样不行哎、欸，这样会死哎、欸，没有地方可以踩啊，怎么办？我太慢了吗？是这样吗？呀嘿，怎么办呢、啊？怎么办呢、啊？怎么办？这样会来不及哎、欸，这样会来不及啊！那要不要从后面先啊？哦哦，先跳上来，先跳上來。哦，从后面先。哦哦，跳上来。哎、欸，这次希望会成功。呀，成功了。哦哦哦哦，顺、哦、利多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哦哦，从后面来。对，从后面来，这样子吃，这样应该比较顺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样就应该来得及了。这样就来得及。对对对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
这里会有挡住我的，要蹲下，蹲下，我好像发现曙光了，过关的曙光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呀西，我以为我要过关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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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要再来一次了啊！哎，没跳到，我以为会过关了啊！我对于刚刚的死好愤愤不平啊！不过至少发现是从后面来没错啦，从后面来才有多余的时间吃那一朵花花。对，从后面来，所以我现在就要从后面来啊！我最喜欢从后面来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从后面来，对，从后面来。首先要先跳过这个，这个都跳不过去，谈什么从后面来？对，要先拿到门票，入场券我拿到了。错了，来不及了啊，这样来不及了啦，来不及了，不，好难啊，想不到从后面来这么难啊，呀嘿。啊，太可恶了！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不行，不行，要吸，不行！怎么？我们继续，我们继续努力，继续努力。这次门票比较容易拿到。就这样。跳上去，吃到花花了。这次很顺利，非常顺利。要突破，要突破了。突破！不！啊！呀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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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这会不会太惨了？我已经死十条命在这了！这搞什么啦，你们制作群太变态了，变态啊啊，连这个都这么难跳啊，都已经死了十几次了还跳不好，怎么这么难跳啊，你们有没有人性啊，跳到了，从后面来已经死这么多次了，这些都不用再介绍了，就是这样了，大家也看过好多次了，看不耐烦了，太难了啦，怎么过得了？怎么会这样？各位观众，这些都一样了，都长得一模一样了，我已经念过十几次了，不想再念了啦，再念下去也没有意义啊。走到这里真不容易啊，感觉快要过关了，不，又是这里啊，要站在边边才对的啊，不，呀嘿，太好了，我要突破到这了，要过关了，这次要站边边，跳过来了，酷，我要过关了，要过关了，怎么？这怎么回事？刚刚我怎么回事？不行啊，这太邪恶了，作者群你们太邪恶了，又要重来了啊！我都已经死了，应该有20多次了吧？这边大家都看到，不要看了，跳过，从后面来嘛，然后踩这一颗，然后继续，就这里，这里要蹲下，吃娃娃，吃娃娃，连续2次，然后踩到最后一颗，金蛋要钻，这次好顺哦，这次希望会过，踩边边，跳上来，这次要过吗？这次要慢，这里要放慢，故意放慢角度，我不用关了吗？真的吗？我现在好惊讶啊！死20颗星星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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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100分！
100分，哦，超难，哦，好感动，太感动了，哦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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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100分啊，好感动啊，哦，泪流满面，哦，哦，去了20条命，终于100分了。哦，好感动，好感动，噔噔，啊、哦，太累了呢，900分这么辛苦，啊、哦，我不行了，我今天实况就到这边结束吧，我下次再见。